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三角洲行动主线任务水泥厂解密全攻略教程。请为胜利而战，确保我们能够顺利完成每一个任务。受伤了吗？我来帮你。压完了，我说的。从上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，
喊一声吧。我打算去寻宝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那儿有些好东西，咱们运气不错。
完了，我说的。咱们可以从这儿撤离。